我都要流口水啦。Hello， 今天来吃一个罗森的新品卤酪。冰卤酪面包是榴莲味的，之前吃过他们家原味的，特别好吃。那今天来尝一下榴莲味的，什么呢？应该没有吃过榴莲味吧？啊，感觉自己我说吃过，香喷喷，不错。哇哦，他妈这个卤酪面包真的可以啊，就是侧面看颜值有没有很在线啊，绝了。侧面不行，我要先拍个照，就是感觉夹的那种卤酪特别丰富的样子啊，特别丰盛的样子。然后外观的话其他就没什么好看的，榴莲味还可以，比较的浓郁。那我们就浅尝一下吧，直接一口下去吧。超满足，它这中间夹的这个拿的这个特别厚，里面的卤酪，然后一口下去还是有点冰冰的。咬开也挺厚实的呢。好吃了。反正我觉得罗森家的卤酪面包真的还蛮好吃的，而且它的量不是很大，它其实挺蓬松的。我干起了我日常能干的事儿，剥皮吃。看一下里面的卤肉夹的还是挺多的，挺丰盛的。混合着浓浓的榴莲味儿，好吃。